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份贡礼，就是刚才在墙上面可以看到说，就是有这个在军营里的这个贡礼。好，那就是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军营里打 hack and d 打 io 斜线 s 斜线军营里底线大写或是 W09， 然后我们的 talk 在这边，对，全民追真假这一笔。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在这边，如果你点进去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有一个如果你想要就是提问的话，然后你不好意思举手的话，你可以在这边，我们 Slido 的那个号码是8975这样子，对，就是你可以到 slido.com， 然后打8975这四个数字就可以进来。对，好，然后再来就是那就开始吧。好，就是大家好，我是 Johnson， 然后最近 V 上面 Slack 上面用的 ID 呢是 Mr.RZ， 然后平常的工作是写网站，那我们今天要来讲是 Codebase 真的假的专案，我们在设计上面的一些取舍。那 Codebase 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群众参与的即时讯息查证系统，那如果使用者在 Slack 上面收到可疑的讯息，它就可以把它转传给 Codebase， 真的假的这个 chatbot，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把编辑志工之前的一些撰写的回应也回传回去给他。那从这边的话，从看到转传讯息到收到这个我们的 Codebase 提供的查证结果，这个整个流程都可以在 LINE 里面完成。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其实也蛮希望说使用者在看完我们志工写的回应之后，愿意可以把这个回应回传到回传到那个他收到讯息的地方。那这样的话，那个群组里面的人，他原本收到原本的那个 LINE 的转传讯息之后，还可以得到我们这个 Codebase 志工所编写的东西，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资讯来决定说自己是不是应该要转传原本的那一则讯息。那如果原本这则讯息里面资料库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问转传的使用者说：“嘿，你愿不愿意成为全球首位回报此讯息的人？”那如果使用者他同意的话，那我们就会这讯息就会被转送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给我们的志工编辑看到。那编辑志工在这个 Codebase 网站上面可以撰写回应，然后提供资料来源。然后然后他就可以在这边针对这一则讯息做回应。那这些使用者编辑所写的东西都会成为这个 chatbot 未来的自动回应。那这其实就是 Codebase， 我们中间呢有一个资料库，然后里面记录转传讯息以及它所相对应的回应。那 LINE 的使用者呢，可以透过这个可以自动回应的 chatbot 来查询讯息以及送出新的回应。那对于编辑来而言呢，编辑这边他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浏览这些讯息，然后针对这些讯息撰写回应。那刚才看到的左边 Codebase LINE 使用者以及右边编辑的使用数据呢，全都公开在这个 codebase.tw/analytics 这个网站上面，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这边看这些数据报告。那这边的话，它就会显示说，你就可以看到说 Codebase 的使用者到底都在传什么样的讯息给 chatbot。你甚至可以去搜寻特定的关键字，然后看这个关键字每搜寻。出现在查询里面每一天到底有几次，然后还有右上角的部分，你也可以选择说，你要看哪一个时间区段的讯息。那非常就是感谢团队里面的冰轮，如果没有他来埋设这个 Google Analytics 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知道 LINE 这一个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些 chat room 之间到底在转传，到底在流传什么样的讯息。那 Codebase 这个呢，本身是一个 MIT 授权的 Open Source Project， 然后资料库以 CC0 贡献到公众领域，大家可以用chatbot 以及网站所使用的这个 API 来拿到最新的资料。然后我们也有准备 CSV 档让你打包下载整个资料库。YouTube 上面呢，则有教你如何去在你自己的电脑上面跑一个自己的 Codebase 系统。那整个专案的资源，包含每一周我们团队的会议记录，全部都放在这一个Codebase 的 Hack Folder。那就我们所知，目前呢，有数十万人使用的美玉仪以及这个趋势科技防诈达人这两个
Line 的官方账号，他们背后呢都有在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Kofax API。那这个的话呢，就是Kofax Chatbot 的有效好友数，以及上面是有效好友数的成长，然后接下来下面这个是就是讯息资料库里面讯息的数目。那我们目前有大概超过110,000的有效好友，以及超过27,000则的讯息。那这个专案本身呢，是在近3年前，也是2016年10月，第一次在Jupyter Notebook中发表，然后隔年1月有一些媒体的露出，然后获得了10,000的使用者，然后使用者的数量以及资料库的这个讯息数量就已经成长到现在。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这一个协作型查核系统的一些设计选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协作。其实真的假的专案一开始啊，其实是没有想要做协作嘛，就是我们是想要做一个全自动的机器人。By the way， 这个是那个时候我头发的长度。然后，如果那个时候你把这个讯息传给这个所谓的真的假的这个 Lambda 机器人的话，它其实是会把你的这个转讯息在前面加上谣言、假的、传言这些关键字，然后直接拿去喂 Google。那这个东西，But 它其实常常会找到张贴那则谣言的内容农场。这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内容农场的 SEO， 他们超强。那所以自然全自动查询行不通的话，那我们就建立协作的资料库吧。那这个就是当初我们一开始我们是在 Airtable 上面协作。而在2016年的这个回应职工手册里面，我们就有记载说，其实当初如果你一则讯息你想要改进它的回应的话，你可以直接再送出一则新的回应，就是直接 duplicate 一份这样子。那我们的 Chatbot 里面呢，就会把复数的就是这些回应来并用呈现。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有一则讯息可以有多个回应的机制。那即使我们后来我们因为 Airtable 超过了它的 free quota， 所以我们转换到网站之后，我们仍然保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在网站跟 Chatbot 它都有设计如何去呈现一则讯息底下的多个编辑回应。例如说我们现在的机制是，我们会先把最新的回应放在第一个，然后呢其他的回应会以网友回报的所谓有用程度来进行排序。那说到协作系统的话呢， Wikipedia 是这类平台的典范，所以我们这边就来比较一下两者。 Wikipedia 跟 Kofax 他们都开放任何人编辑，然后不会对编辑的背景做查验。那针对 Wikipedia 这边呢，则是针对一个词条只会有一则文章，那大家都要共同的编辑这一篇文章。那如果编辑之间有所冲突的话，对内容有不太一样意见的时候呢， Wikipedia 也设计了很多冲突的解决模式。那 Kofax 这边呢，则是让每一个编辑可以针对一则讯息撰写不同的回应。那也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版面，所以比较不会有冲突。可是相对应来说，我们这个地方遇到的问题就是它的回应比较多，那 LINE 的使用者他会不知道要看哪一则。所以我们这边的设计就会变成是说，我们会问使用者你觉得哪一个讯息有用，然后以此为依据来做回应上面的调整。所以这就是两个系统采取不同的路，然后有不同的相对的设计。那看完编辑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Chatbot 这边的设计。Chatbot 作为查询界面会有哪些设计上的 mega 呢？使用者他传一则讯息进到 Chatbot， 到输出所谓的编辑回应，中间呢他会去搜寻资料库嘛。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的真的假的 Chatbot 它其实曾经有非常复杂的逻辑，要先查资料库，然后再查一些其他的来源。然后我们在每次查完之后，我们显示完回应，我们会问使用者，嘿，你觉得这个资讯对你有没有用？然后下面这一个图，红色是没有用，蓝色是有用，然后左边那四个是不同的 source 这样子。会发现说其实效果还蛮差的，就是即使是最好的状况，也就是去查询，如果这个资料库是Chatbot 认为协作资料库有，然后他把它回传回去，他其实也有一半，大概接近一半的人觉得说他的回应没有用。那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后来发现说他其实
资料库里面的回应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于说缺乏它的搜寻准确度，它会对应到不同，就是它一则讯息进来，它会 match 到不错的讯息，然后它就回了那一则讯息，另外一则讯息的回应回去，让使用者觉得有答非所问的感觉。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哦，就是我们自己在用 Google 的时候，我们会送一个就是查询讯息到 Google 嘛，那么Google 显示的这些搜寻列表里面，你每次查的东西都是第一个 item 就可以拿到你到搜寻结果吗？其实不一定嘛。那就连 Google 它都要做一整面的搜寻结果来让你挑的话，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 chatbot 它有没有找到正确讯息那么重要，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也设计一个 list of 搜寻结果来让它挑，让它当时我们自己来判断？所以，所以 Copilot 这边的设计是说，当使用者转传一则讯息进来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会问说，嘿，请问你刚才，哪一篇是你传送的讯息呢？下面会列出一些搜寻结果。那如果使用者觉得，哦，这些好像都不是我传的，他最后也可以选择，这里没有一则是我传的，然后把它送到资料库里面去。那么，同样都是查询资料库，哦，就是我们其实。除了 Copilot 之外，其实美玉仪跟庞大达人，它其实也是一个自动化的 chatbot， 然后它会回传一些搜寻的结果。那么，这两者操作方式其实不太一样。美玉仪跟庞大达人，它是自动匹配最佳讯息，就跟过去的 Copilot 一样。那它遇到问题就是说，如果它匹配的太严格，它就会导致说，哎，转传文字上面有任何的变动，比如说有人加上了请转传，哎，它的 database 可能就会找不到。那如果它的匹配的逻辑写得太松散的话呢，那就会导致刚才我讲到的，会有答非所问的状况。那 Copilot 这边的话，则是说，哦，那我就比较退而求一步，我让使用者可以选择。可是，那我这边 Copilot 这边遇到的问题就有第一个，使用者会觉得使用的步骤比较多、比较麻烦、比较难用，以及，就是这样子的对话逻辑是没办法套用到群组里面的，而左边这两个 chatbot 都是可以放到群组里面的。理由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一则讯息都去问，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聊天群组里面有人说，嘿，贾大伟，然后呢，我的 chatbot 就跳出来说，请问一下，下面这个是哪一个是你传的讯息？这件事情非常奇怪，所以说，我们的这种模式就没有办法操作在群组里面，所以这就是不同的设计取舍。那接下来回到编辑端的设计，我们在 Airtable 的时期，其实我们就曾经要求使用者来对回讯息做分类。我们那个时候分成rumor、not rumor 跟 don't use。不过这种rumor、not rumor 的二分法，当然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大部分的讯息可能都是七分真三分假，那你觉得这个讯息到底要分成 rumor 还是 not rumor 好呢？其他专业的这些辟谣组织，例如说像美国的 Snopes， 那他们因为以及台湾市查中心 ，Snopes 他们的选择是说，他们发展了一个非常精细的分类系统。那台湾市查中心这边的话，则是有错误部分、错误跟正确这些分类这样子。那对于 Copilot 来说，因为 Copilot 这边的编辑其实都是志工，然后都是网友，就是进来觉得，哎，我想要回一个网友，所以我们觉得说，这种 Copilot 这种讯息，它的分类最好不要太多太复杂，最好是一看就知道要怎么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讨论了非常多种状况，那个时间是2017年，对，大概2017年年中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左边，他这边我们是说，我们预设一则讯息是真的，你要指出不同不实之处，你可以标成是假的。右边的话则是，预设转传讯息都有问题，请你不要轻易相信。那这些所谓的预设立场，其实背后也是有不同的价值观，代表不同的价值。最后我们后来选了中间的这个，不过我们把 wording 稍微变换一下，变成是说，现在你看到在系统上面可以看到，编辑可以选择的含有正确讯息跟含有不实讯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在那边去挣扎说，我是要整篇标准一篇七分真三分假讯息，我要选择哪一个？因为其实如果用含有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要选哪一个都可以这样子。那这样的分类方式其实也非常适合，Copilot 它一则讯息可以有很多个回应的特性，
而且呢，这样子的设计，如果你未来想要有人想要发展一个新的系统，或者是我们未来想要改为右边的或者是左边的这种分类方式也比较方便，因为你只要把三个分类其中两个合并起来，就会变成左边或右边的状况。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在资料库里面也发现说，有些讯息对编辑来说其实很难处理，例如说像这个是阴谋论，以及这些我们比较偏向是个人意见，就是个人发表意见，他可能就是自己认为是这样，所以他就写了一篇讯息，然后在麦上面，然后大家可能觉得哦有道理，就被转传。当资料库累积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讯息，每一个讯息编辑都看过一遍，都觉得这好像不是含有正确，还不是含有错误讯息。那我要达标成含有正确讯息吗？好像也有点奇怪。那当这种讯息资料越来越多的话，那觉得那其实也蛮伤编辑的精神的，而且是每一个参与就是查作编协作编辑看到资料库就会看到这些讯息，其实有点错觉。这其实让我想到脑筋急转弯里面呢有一幕是就是右边的这个角色，他就是他们把一些 opinion 跟 fact 混在一起，然后呢剧情那个剧情里面角色就说哦这些事实跟意见看起来好像哦，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哦没有没差啊，混在一起也没差。所以其实这种分辨 fact 跟 opinion 的训练似乎在国外其实是在小学就开始有的一些训练，可是我其实不太记得我自己在就是受教育的阶段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所以如果现在呢，当我在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使用者会把 opinion 当成 fact 的话，那或许我们应该就让编辑可以跳出来指出说，嘿，这个其实提醒使用者说，这个其实是个人意见，你要把它当成是 fact。 所以我们这边就让编辑多了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叫做含有个人意见。那当他选择这个之后，他可以就是一样撰写一些内容，只是这一次他回应他用来所谓的佐证 的部分，原本这边填的是 reference，改成是说你这个地方可以用其他人的不同意见来回应这一个个人意见这样子。那用 opinion 来回 opinion 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做法，然后也可以打破同温层。所以除了这种就是打破同温层这种理想上的理由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平台然后在照顾使用者的角度其实也是蛮可以的。因为对于我们的 LINE 的 user 来说，他一定是有所疑惑，所以才会想要转传进来。他们可能期待看到的就是不同意见，而不是说哦，这个是某个人说的，所以还有真实讯息。那对编辑来说，目前他可能我们编辑本身要注意，他们其实也不是就是有做过专业的记者，或者是像是法官那样子可以摒除自己的一些意志，所以他看到一则讯息，他觉得怪怪，他可能不会想要心甘情愿把一则讯息标成含有真实讯息，含有真实意见，含有真实讯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作为平台，我们设计的一个含有个人意见，同时让编辑可以解套，以及让使用者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不同讯息，对平台来说是双赢状况，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那刚才的这些我们前面这些针对分类的讨论，其实在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hack folder 也好，或者是在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做这样的讨论，然后我们都把讨论合下，就是慢慢的把它集结起来。那像我们的设计师 Lucian 就非常感谢他把我们的这些讨论把它梳理成一个脉络，变成是说我们在讨论之中我们呈现哪一些核心价值，然后把它放到把它 document 下来变成是一个设计决策。那未来如果我们有新的feature 不知道要怎么做取舍的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进到这份文件来看我们当初的所谓的初衷是什么，然后来决定说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变更。例如说时间拉到2019年年初，那个时候其实有人会在质疑说，嘿，
Toffee 这边呢，他在 Chatbot 在回应的时候，一开始就摆上，这个讯息含有真实意见或含有不实讯息，或者是含有个人意见的这种立场的 label， 其实会让使用者只看那个 label， 然后就不读下面的东西，然后就直接就是囫囵吞枣的把某一个其他人编辑的个人意见给就把它吸纳进去。对，因为对于 Toffee 来说，其实老实讲，就连使用者的就连编辑的标记也算是一种个人意见。可是我们比较作为平台，我们其实比较希望使用者看到的其实是下面为什么编辑觉得它是个人意见，以及它是含有真实讯息，含有不实讯息，然后以及也希望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编辑所提供的出处之后再自己思考。所以当那个当初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有人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检视了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些设计理念之后，觉得说其实确实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修改我们Chatbot上面的 wording。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 wording 改成现在图上面看到的这样子，我们就只说嘿，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人写这个讯息，然后把编辑的这个编辑所写的东西以及编辑所提供的出处放在第二个跟第三个，使用者会这样顺顺读下来之后，最后再说嘿，综合以上这个编辑认为他怎么样，以及在最后还提醒大家说，这个讯息其实在 Toffee 上面有其他的编辑有不同的意见，建议你全部读完再自己下判断。那这个就是我们依照就是我们从刚才我们编辑要如何做分类，以及到后来我们其实使用，我们其实平台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做判断，然后来就是一路以来演进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既然我们刚才在谈分类的时候有提到其他的事实查核组织，那我们这边的话也顺便去比较一下不同的事实查核组织，把 Toffee 跟像是 Snoke 以及 Politifact 这样子的事实查核组织做一些小小的对比。Toffee 这边的话，我们的产出内容的人，是所谓的志工编辑志工。那编辑志工其实是你直接在 Toffee 网站上面直接登录就可以成为编辑志工的。那对于 Fact Checking Organization 像 Snoke 或像台湾事查中心，他们其实都是比较偏向是已经训练过的记者，他们本身就是记者专业，用记者专业来回应这样子。那 Toffee 这边呢，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志工嘛，所以我们这边让使用者可以让不同的人都可以回应不同的讯息，以及我们也会处理个人意见的部分。那记者的部分呢，因为他们就是比较专业，所以他们可以直接出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在报告里面用比较严谨的查证方式，用严谨的三方来完成这份高品质的报告。那另外因为如果他们介入所谓的讯息所谓的个人讯息个人意见的表态，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作为事实查核组织的一些公信力，所以他们可能就偏向于focus that fact 的部分。那 Toffee 的话，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比较实验型的平台，所以然后我们又是比较网民这样子 netizen， 所以大家都可以回应，在大家都可以回应的状况底下，我们就认为那我们来 handle opinion， 让大家都可以用回应来回，用个人意见来回个人意见，其实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手段，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不同之处。再来，我们要来提到一个 Toffee， 我们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会去问使用者传送讯息的理由是什么，是这样子的。当初遇到问题是说，我们在。因为使用者他可能会传任何种类的讯息进来，有时候呢会有的使用者他传天气预报进到我们缺乏，然后问这个东西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他传进来讯息本里面本身就有来源资料，有时候他们会想要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食谱，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使用者，就既然这种东西就是会让编辑认为说你就是把Toffee当成 Siri 在用，你自己都不查之类的。然后呢，也有像这种乱摆的，或者是把这里输入关键字当 Google 的。老实讲，这种看起来很会用 Google 啊，为什么不直接用 Google 就好，还要靠 Toffee 来打这些关键字这样子？
一直看到这样的讯息，其实对编辑来说也是蛮泄气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提了很多的解决方案。那这个其实这些都是连结，就是我们把当初的一些讨论放在这投影片里面。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我们有这个共笔嘛，这个共笔是在墙上这边都有那个共笔的连结。那你点进去共笔的连结，进到我们这边之后，投影片其实我已经放在这里了。对，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份投影片。对，那这份投影片其实大家可以回去看，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当初讨论非常多的东西，在到底要怎么解决，大家使用者都传的讯息含金量以及未来可能就是价值太高的问题，因为上面这些讯息呢，很有可能不会有人再传第二次进来，那这样子的话，对缺乏来说，缺乏这种自动回应的人来说没有意义。不过其实上面这些包含说，哦，我们让两个人以上的讯息才显示给编辑啊，或者是讯息太短的话，我们就不让它送出啊。这些2017年年底以及2018年年中所采取的一些手段，其实都没有回答到我们一直以来的疑惑，就是到底为什么使用者会想要把这东西传进来。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原本我们的一些就是一个 motto，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不知道使用者到底在想什么话，你就问。所以，像我们这边，我们这其实就是设计了一个，就是让使用者可以输入所谓的理由的功能，就是当使用者他要传讯息进来的时候，如果他这边按下 OK 好，我要送出，其实我们会问他说，请问你觉得这个讯息到底哪里有错，或者是你觉得哪里怪怪的，然后我们直接问使用者说，你觉得到底哪里有问题？那这件事一方面是垫高他把讯息传进来的门槛，就是让他不要就是什么天气预报这种东西都传进来。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讯息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想传进来的讯息，我们也可以让编辑可以看到说，哦，所以我们使用者到底看到这讯息在想是什么，那编辑就有机会拿这样子的资讯来写出更好的回应。那对于使用者这边，虽然说他发讯息进来的门槛变高了，不过我们也认为说，它其实也是可以促进他思考，就是把他心中的疑惑放成文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媒体试读的训练。那这些东西到底，我们其实在做完这样子的功能之后，我们也会去检讨说这样的功能到底是不是有用的。所以，例如说像这个，我们现在做完了回应之后，我们就去看说，我们就去把去 Open Data 里面把我们的资料捞出来，然后把理由捞出来，然后看到底理由有没有用。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太短的理由超级没有用的，就是说觉得可以，觉得不太可能，政治假消息真的很多。这种东西其实就对编辑来说可能也没有什么用，然后也没有达成我们的当初媒体试读的想法。可是呢，在其他比较长的讯息，其实就会对编辑来说有点用，或者是你也看到说，哦，其实这个使用者是有经过一些思考才传进来的，那我们觉得这其实是不错的一些东西。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又做了一些调整，例如说我们让比较长，其实有限制。你的理由还不能填太短这件事情，对，然后大概是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做的这个改变。那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些检讨，发现说，哎，这个确实是有效的，让传进来的讯息变低了，降低了，让我们编辑方可以比较轻松一些。可是同时，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根据我们的观察，其实有蛮多讯息就因此传送不进来，甚至。会有非常 delay 很久的状况，比如说有一则超级热门讯息，其实有35个使用者会问，可是，他其实从第一次传进来到第二次传进来，他中间因为我们他间隔了非常久，因为我们中间一直在询问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讯息传进来，导致大家不想要把讯息传进来，所以就这样子延误了就是回应的时间，大概这种东西。那我们之后其实也会做一些相对应的改善，例如说。我们可能会组合一些过去用过的招式，例如说一定要传进来两次才会显示，以及
如果一则回应他，如果使用者他的理由写得很充分的话，那我们就让他传进来一次就给使用者，就给编辑看，这些人继续来回应一下。那这个目前还没有试做，是之后的一些方向。好，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编辑，因为是一个我们毕竟是一个 crowdsourcing 的系统，所以愿意协作的人们非常的重要。那目前的话，根据我们的 analytics data。我们大概每天会有平均15到20则的新讯息在上面，可是呢，大概每天会上站来编辑的人，平均大概就是5个人左右，就对。说、那我们在这边，我们是要怎么做维持这个编辑的 community 呢？一方面，我们其实在这个专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编辑的讨论区。然后里面会就是写一些在这个社团里面我们应该要做什么的规范。那另外呢，我们也就是有举办了很多的所谓的编辑小聚。那在例如说每2个月一次的 JMB 大松，我们其实会去提案，然后去 recruit 新的编辑。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就是每2个月办一次编辑小聚，那第一次是在2017年的6月19号。那编辑小聚其实就是一群人带着电脑到提同一个地，到我们指定，我们借了场地，然后一起来，就是坐下来，然后打开 Codefest 的那个，聊天资料库，然后面对这些讯息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场内其实会放一个这个 projector， 然后里面会写说，嘿，其实现在大家增加了。从开始这个活动开始，增加了多少则讯息？这样，那像这个的话，就我们某次就是大家斗志高昂，大概在1个多小时之内就回掉了100多篇的讯息，这样子。那非常感谢说，像是我团队的 Hazel、比林跟 Rosalyn， 他们其实在这每2个月一次的活动里面，其实都筹办，从第一次筹办开始，慢慢的成型，让这个活动变成一个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这个活动，其实都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那更重要的是下一次的编辑小聚，这边有个 QR code， 大家可以现在就来扫。下一次的编辑小聚呢，就是在8月底，8月31号的时候，然后也是第15次的编辑小聚，然后地点呢是在西门町的附近的新平台这样子，那非常欢迎大家扫 QR code 来参与。好，然后在编辑方面，其实我们有准备一些实体的回馈，例如像是贴纸，或者是当他回应讯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等级升级、升级、升级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其实应该要让编辑自己看到说，哎，自己在回应这件事情是有被看到，他的贡献是有被看到的，所以也非常感谢比林。他每一个礼拜其实都会去 summarize 说，哎，这个过去这一周又有谁来回应了？非常感谢大家，用这种方法来鼓励大家持续的贡献。好，那大概这边就是我们整个 Codefex 的设计，过去我们做过的一些设计选择，以及我们到底做了哪些取舍这样子。那因为现在还剩下5分钟，哎，我们剩5分钟嘛，对不对？那就直接做5分钟的 Q&A。那这边的话，我看一下 Slido。好。OK，Slido 的话，这边有一个人有做发问，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要向其他长辈推荐 Codefex， 是否有简洁的界面才能帮到他们迅速理解 Codefex 的话呢？例如说像什么，就是什么？好，Codefex这边，简洁懒人包这边，其实推荐假新闻精简，请他们把它做成一张讲义 ，A4， 然后印出来了，字很大，粉红色。对，非常感谢你。就是其实如果是我们这边自产的懒人包的话，我们在当就是这个 Hack Folder 里面应该是有的。那 Hack Folder 就是你可以打谣言打大平台打 TW。
就会到我们的 Hack Folder， 然后左边的话应该有这个使用者入口，然后就会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使用方式，对，然后下面有点复杂，不过这简单使用方式。那这是我们写的。那刚才比林提到的假新闻清洁机的话，他们其实是一群非常热血的人，他们就是直接会在长辈会出没的地方，例如说公园、登山口，然后直接就是出团去跟大家介绍，来跟大家玩游戏，请问他们就会拿一个手拿板，他们会有一个那个 LINE 转传讯息，然后会说，其实你觉得这个讯息有没有看过？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后面会跟他们做一些互动，最后 hand out 一份讲义，那份讲义就是，上面有 Kovacs 跟莱姆九普斯跟那个。跟 MicroPen 还有的一些的使用方式这样子，然后他们的设计呢，就是非常长辈导向，就是故意的，因为你的 TA 是长辈嘛，对，所以其实可以 Google 假新闻清洁剂，在 Facebook 上面找到他们的 Facebook，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 material 可以让你来做下载这样子。好，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还有。请问多少的是跟事实有关，多少跟意见有关 ？OK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negative。其实我们在 analytics 里面呢、在最后一份 analytics open data 的 visualization 里面，我们其实有把整个 Kovacs 的。把这个时间调到最前头，放弃了。我们在这边其实有算过说，编辑他们标记含有真实、含有不实讯息、还有个人意见的比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现在这个比例大概是这样，就是，这个是含有不实讯息，然后含有绿色的是含有真实讯息，然后这个是不在查证范围。然后你可以看到说最下面这个才是含有个人意见，所以个人意见的比编辑把它标成含有个人意见的比例其实是比较低的，这样，因为可能我们通常你在看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你会比较想要回，你就会比较想要回，会以先看它是不是 factual 为主，那如果它没有 factual error 的话，你再去看是不是个人意见这样。然后参加编辑小聚有门槛吗？完全没有门槛，非常欢迎大家。对，然后我这边的时间到了，所以感谢大家。那这边的话就是一样，还是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共笔来看这份投影片以及取得所有就是说编辑小聚的连接。谢谢大家。